逍遥山镇，把它 slogan 全说出来。然后现在来到一个冰屋，哇，还有这个冰上单车，让我来体验一下。一下回到了北京，就是最冷的时候，气温。这个我说，我可是参加过超新星运动会的冰壶项目的。这是小朋友玩的吧？我的腿都快冻上来。请欣赏我的找口袋表演。So, YOUWILLBELIKETHEIM。Let it go, let it go。我就是 Elsa。这个上面蕴含玄机哦，你看它每一根上面，它都是有那个冰，就是结晶在上面的，不是那种简单的，是灯。然后呢？我想去做厨房。我们现在怎么过去的？从这边。要不我们游过去。他们是从哪里过来的？在还的过程当中，所以这个是干嘛呢？喝水。现在我们在坐船，然后这个和我在古北水镇玩的可不一样，它这个湖特别的平静，没有一点波澜。
你看前面它是一个，我们昨天在这里演出，然后这边就是那个楼上会有光啊，还有射灯设置器的那个。你看，这个楼和《柳叶刀》的 MV 那个楼一样。我们当时就是在这种楼上拍的。李白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我就是那个坐在船头的李白。小鸭子，鸭子走。我跟你说，最牛的，我们那如果设计演出的话，就是坐舟，然后站在船头唱白话文唱上去，然后就是你知道船靠住，然后我们走上去唱，绝美。是，但是他昨天这个地方是应该是有什么水幕啊？记不记得这个地方？这个地方是我，这个地方是我。是我两年以前来这里拍，也是参加国风大典然后拍的一个短视频。来，停下来。然后在这个地方，不是从那拍的一个。技巧，你把这个白色的边儿给它多抠一点下来，这样你后期就懒得修了，不然你留下白色真的不好刻。一不小心就容易刻多了。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好，怎么办？我有点想放弃。好专业的听，这一看就是值得被裱起来的作品。那塑封，你觉得我刻成这样还好塑封吗？